xíu xíu.我两人修机，跟那个绅士男啊，靠背啊，这军团呐、啊，这军团，对，靠背啊，经过我这边的、啊，好。我们快修好了，我带工具箱。哎、欸，我跟另外一只在那边，扔第三。他没有死亡恐惧。我等一下自身修不完，感觉自身修复完。又给我不治，没有不治，但他没有死亡恐惧啊。快笑，快笑！不不不，撞歪撞歪！不不不，快快快！修复修复，先修复别动。我要倒倒倒。哎，刚刚怎么没帮他补到啊？没有，是修复。哦，修复哦，还有这种。哎，还有修复？不是啊，补血。滚来来。好，对，我要救他。我修另外一边的，好，我修这台，我修大门旁边。反正他没死亡恐惧啊，没在怕。靠腰，有没有死到哦？干，我高几率不用修。我在修机，你们看到离你很近。他往哪走？小屋。他往左边走。那我救你啦，干！那你不先补血？不用补。他没死亡恐惧啊，其实还好。好，我先慢补，先慢。他不针对，真的有给游戏体验。不不不，但他不针对，他还没毁灭，他没死亡恐惧，他那个配件也不是带那个深度伤口后，不是来吗？不是那个，对，他居然什么都没带。来，啊，走走走，修修修，舒服。效率最大，当然啦，两人是。来来，他没死亡恐惧。可以残血修机啊！我要残血修机，反正我没被挂过，我残血修机。我在我这边。嗯。我残血修机啊，不补了。这鬼带的很有体验。
他在上面电视机哦、喔。我在公车这边。公车这边。对，在公车。好，我修好。这台不能修，小屋旁边这台不能修啊。小屋旁边这台不要修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修公车这边。公车快好。哦，小屋有木板吗？有。你是不是用掉了？没关系，我刚刚陪他绕小屋。我靠！哦！我操！有，多台了。嘿嘿嘿。还是我去救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来陪他玩。你记得记得教哦。我感觉教我，然后我没教。被崩了，糟糕！我要转地点。要开了。60。我要转地点。怎么卡一下？他还追我，他还追我。好，玩这个。他要暴走，妈的！好，快开！在另外一个房间，快开！开吗？对，开！开了！没办法！你们赶快补血啊！他好像没有一刀，我看不出来有没有一刀。但可是他那么烂，不是那么烂，他感觉很新手、啊。你看我蹲在那边，然后挂在高地啊，他有点面熟倾向吗？他在高地下方而已。我还有终极武器啊，终极王牌 ，AKA 妲己。其实他不能救哎、欸，救！好，走了，你有3秒无敌。哦，加巴里姆。讨厌！哈哈哈！啊，他带头给他砍一下。他配件很烂，他技能一定很烂，配件烂，技能烂。哇，玩得很好！伊利亚奖，伊利亚奖。什么配件？台湾人啊。啊、不过他也是刚玩啊，13小时，大陆，难怪。需要努力。伊利亚酱，他配件带的都是不行的，他新手。